听听看了，好了，我们先从这个月光河开始好了。好 ，OK。曹雅文、蔡小五老师，《月光河》。一声为何，咱今世无结果？声声奈何，步步蹉跎。何以生无阿可，用生命好坎坷。咱是有缘无分，有情也是无。心无，人生无。